那么第三个言希啊其肉客，这个说呢是我们这个外表，就是呢要啊我们到达言啊，就是这个矜持之间，就是我们在外表形象表现出来的就好像呢在做客人。所以后学都讲我们对客人都很客气的，可是对家人拢大声说安尼，有没有？拢拢无一点啊礼貌，对家人都没有礼貌了啊，对客人的话这个恭恭敬敬啊，有没有？又不好回应，是有一点那个现象有啦，都人客来，咱若无较好咧对待人对不起啊，家人都唔免啦。家人都不免讲安尼，客客气气对待他，所以你看我们观念就不正确了，所以老先生时常讲说我们父母亲这个从小都伫请咱三顿啊，拢请咱食，现在朋友呐请咱食一顿咱赶紧回报啦，赶紧要阁请一顿倒顿去啊，咱爸母请咱食遐济顿对囡仔伫请请，食较大汉对无？咱拢无迄个心讲要赶紧回报，紧来请爸母食倒顿去，有无？有没有？因为或许在老天身边，时常听到老天讲这个啦。讲安尼请你遐久啊你敢有想讲要请一顿啊倒顿去？有没有啊？有没有说啊？我紧来，你盈盈点啊坐，我来煮互你食。啊，是讲啊，带去迄个餐馆请伊食一顿，有没有？啊，伊请你食到安尼清清慢慢顿你一顿拢无回请呢，伊真理不合诶，合不合啊？不合爱请阿妹，所以我们就是要回请才符合真理，所以这个有一些我们真的是没有听到。或者不在老先生身边，也不知道这个。好像那时代人和囝食，迄敢那应该囝啦和时代人食，敢那有一点安尼。都你生遐济咧，也毋是敢那我呢啊。会勤奋啦对不对？那爸母咧饲囝吼，更加济，伊都袂勤奋对无？会不会？拢袂啦大家拢顾啊照着，拢有通啊食。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将心比心，一定呢要回馈，也是呢让我们的那个长辈都能够感到很心很安慰，这样呢我们做人才成功了，人道才齐全，所以我们以后都是要做那个安家道定的，对不？这一个因缘呢。咱这侪拢无爱坐哦，红街道顶拢无爱坐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只要你为众生呢，这个打拼呢，众生就会纪念，就会把你供奉呢，在那个供桌上。虽然我们不追求了，可是自然而然就会呢，你只要做了关心众生利益众生，自然就会众生会纪念你，所以这边呢就讲说言希那个呢其肉客，就好像呢我们做客人一样这个呢不只有说对待客人才那个这个礼貌全部都记住了，我们对待所有我们亲人所有的我们接触的人都一样要像客人一样对待那我们本身呢也是要做到那个呢彬彬有礼，就是文跟子啊，都相配合，然后呢，这样呢，这个真正的能够呢，到达非常的充实的内涵，有那个内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呀，所以就很粗浅，看起来就没有说很让人能够欣赏。那我们呢就是要在这方面
多用一点心，只要我们用上心了，我们就可以做到。哦，不管呢是哦对家人也好，对亲朋朋友也好，哦对所有哦跟我们接触的人也好，哎都呢哦要到达哎那一种能够利益啊哦众生的程度。那么接下来呢，患兮啊哦其若兵之将士，哦这个患哎就是善。哦，散乱，患，就是讲哦，已经都无去啊。哎，这个告诉我们说呢，哦，过去心呐、啊，哦，不可以哦。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啦，哎，就是不要哦，再把它拉回来。哦，患兮呢，若兵之将士啊，哦，那个兵，我们要了解到哦，兵呢、啊，原来就是水，那结成冰以后啊，哎，就会有障碍、啊。那我们哈、哦，假如说又使它哦返回到水的话，就恢复啊原态。那个铁达尼为什么会沉船？就是撞冰山呐、啊。啊，冰是不是水？是。啊，撞水会不会沉啊？不会哈、哦。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我们形成意念以后啊，哎，那个啊水就结成冰了。那我们把所有意念都消失了以后啊，哎，冰又回到水啊，所以哦，我们要知道说很多哦，我们在现象呢啊所住的住相都、就是哦，和水结着冰啦，啊，结着冰都有障碍啦，啊，这么有障碍以后啊，哎，我们哦这个处处啊，哎，都不通，阻塞啦，不流了，不通流，哎，啊，水就会通流了。哎啊、所以我们把这一些、哦、我们那个固执、哦、那一些呢跟真理不合的全部、啊、都、哦、去掉、啊、不住相、哎、这样、哦、所有的边、啊、都返回到水了，回到本来、哦啊、所以这个患兮、啊、若兵之将士、哦、兵呢已经都消失了以后没有、哦、没有这个结冰了、哦、就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呢，哎，就通达，通达呢就回到本体回来，哎，所以我们呢，哦，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哦，那个啊心，哦，心的迹象完全都没有了，哦，都不用呢，我们那个机制，哦，不勾心斗角，哦，那个冰啊都已经呢消失了，哦，都回到哦水的本位，哎，所以哦这个患兮啊若兵之将士。